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。大家好，美丽与智慧同行，内在与外在兼备，为让大爱传播，无远弗届，推广真善美，将最美的心灵飨宴散布于全世界，并延伸到每个角落，创造世界和平与繁荣，并达到互惠共赢。由中华全球百业文创交流协会主办的2020第四届中华全球慈善皇后企业家选拔表扬大会，日前在桃园市八德区来福兴大饭店举行全球慈善绅士企业家、全球华人企业慈善皇后、全球百业亲善大使的选拔表扬大会，希望借由大会精彩的活动，展现台湾温暖的生命力，点亮慈善的生命之光，成为共同创造台湾经济复苏的交流平台，引荐全球的新商机，场面盛大而隆重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